非常热闹，我们来宾要介绍一下。好的。所处的天气呢，就刚好呢，24节气了，夏至。今天夏至，夏至，夏至就是一整年当中日照最长的。哦，日照最长的是夏至，冬至呢就是最短的。是汤圆。哦，对，是。所以呢，中国人的老祖先的智慧有24节气嘛，嗯，什么立春啊、春分啊、立夏、夏至啊，什么立秋、秋分啊、立冬、张立冬。哦，立。冬至啊，包括有什么小满、芒种啊，小雪、大雪、惊蛰、清明，24个哎。今天这个说了那么多，这个节气又这么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做得更好才行。哎，夏至猛男日八强赛第一关奔跑下水去，挑战者穿蛙鞋滑行充气垫，在滑水冲向终点，最先拍破气球者可晋级复赛。这个夏至啊，大家要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每个气节大家要动起来，因为其他跟水有关系，因为夏天也到了，要玩水了，怎么了？在算什么？在算什么？今天蛮适合下水，对对了。你怎么算的？学过男女皆欢呐、啊，今天要男生女生搭配啊。男女皆欢，对，八强赛。哦哦哦，男生呢都是八强赛，先抢前面的。哎，进入四强之后，哎，要搭配一位美女。哦，进行第二个单元。啊，就一开始这一 round 是先资格赛，八位淘汰一半，剩四位。四位第二阶段就可以进行第二轮。那是第二轮。第二轮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讲第三轮。好，第三轮最后会产生冠亚军，冠军六千。亚军3000，皆大欢喜。好，第一组的是我们的主雄，还有这个您大名是我叫大头。大头，哪里头大了？小时候头大，大长大之后藏起来了。哦，看不到哦。是是是是，好好瘦弱一下。好，今天是夏至猛男日啊，你知道吗？冬至是熟女节，夏至是猛男日，有吗？有这种吗？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，这个都没听过。夏至是猛男日，夏至猛男日，冬至熟女日。那立春呢？立春啊，立春是和解日。和解，就是有什么恩恩怨怨，立春就可以和解。那秋分呢？秋分呢就算账啊。秋后算账，在秋后算账，秋分来该算的要算清楚。春天来了，有什么恩怨和解？哦，夏至是猛男日，冬至呢是熟女日。哎，你们不要再问了，因为他都是乱掰，然后讲好像很有道理。什么叫乱掰？道理？什么叫乱掰？我绝对有道理的。有道理吗？对对对，来，猛男呢就好好跳一下，如果没有跳好，脱衣服了就淘汰了，直接在另外一方就晋级了。哦，要好好秀一下，因为大家奔跑下水哦。对对对，来，请开始 music。但是为什么后面我拔这么多罐了？真的啊！我们筋膜要放松啊，教练也是要放松啊。是是是是，你到底是健身教练吗？对，我是健身教练，教一对一的重训，然后调整姿势还有体态。这个合格吗？合格，可以。后面是要吗？你可以比赛了。接下来主雄如果没弄好，他就淘汰了。接下来二号选手主雄。少这样脱衣服，你知道他是天才吗？他们演艺界很多人天才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是是，主雄有点害羞啊。你第一关来比的话，你是获胜的，但是我们前面没比，要跑这个啦，评分啊，要比这个，看谁先把气球拍掉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奔跑下水去吧，来，请就位。
要努力哦，这个才真正的决胜负哦，刚刚只是开场仪式哦，加油哦，耶！奔跑下水去，不去。是楚雄快，一开始是楚雄真的在当游泳，他是用跳水跳过去，手就这样了。对啊，那楚雄是在刚举手，所以差别是在这样，棒棒。感觉下去的时候水就被直接吃到眼睛啊，那跑得很好，完全没有滑动的感觉。对，那就是他的命啊，好硬。对啊，他硬路很硬啊，他也没跌倒。也是啦，但是他后来超车真的是蛮精彩。是，楚雄很精彩，是楚雄进来握手，来，恭喜大伯，恭喜大伯，下面一位。哎呀，哇哇，这个肌肉哇，这个基本上您的腋下从来没有截过肌肉吧？因为永远是这样，放不下来呀，很快，太大块，很快，是也是重训。对，我是那个建工和南山厂的教练，我叫笑笑。对，你会举多重？举多重没有特别测过，不是一般有没有躺下去这样？都卧推嘛，卧推目前100的话可以推不下来，100公斤。不一定啦，他健身完应该吃鸡胸肉吧？对啊，但吃什么口味的？其实都可以，不一定要意式，不一定要意式。是，有女朋友了吗？目前单身，目前是单身。真的单身。Rock 哎呦，广哥好。Rock 是平均训练，是他不是光只在重训，他体能很强，很好。还不错，就比较宽吧，宝哥这样。就是宽宽的，宽过完就知道了，这样比有没有？对，这样就知道。来来，前面如果没弄好就淘汰了。Music 下。哎呦。你都不用再穿，待会你要这个。Rock music， 你有下头没有？比下个好，那 Rock 刚刚的表现越来越精彩，加分哟！恭喜你获胜！我们不是比这个，不是比这个，走了。他也真的不用比，我们不是比脱衣服，我们比这个速度，那个叫亮相。对呀，这么多女学生一大早就排到第一排，您不好好秀一下？对呀，对呀，对不对？来，对他们正面秀一下。哎，表现可以吗？好害羞啊！请问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还是还好，还是觉得你比较还好。你几岁啊？18岁 ，OK 啊，成年了，成年了，十八岁，有17的吗？成年礼哦。啊，你回避回避哈，走过去走过去。没事没事，还有属猪属那个什么？喂，还没有上当，还没刷掉啦。OK， 好来，各位各位，来准备。现在是第二组夏至猛男日，好，奔跑下水去，哎，对。
强啊，前面一二号也很强，二三四号也强，很精彩，我都舍不得淘汰谁，但是一人淘汰就应该了。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。再次说你的大名声 ，Shark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谢谢，来下面一位，哇，这两个，哎呦哎呦呦，哇，一个比一个猛男了，走过来还没看到脸就已经看到胸部了，下面先的，我叫 Hank， 没有音乐，薇姐，英文名叫DGI， 就是自己来 ，DGI， 那是 DIY。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饮食吧，因为我本身是营养师，哦，营养师变成这样啊，因为自己刚好又有在参加那个健美比赛，对对对，所以也算台湾第一个拿到健美冠军的营养师。哦，手好像甜不辣，我不爱。你说这里啊？他的手非常的粗，很像甜不辣。哎，这个不得了，圆圆的，肌肉你会注意手的环节。不是，因为他刚刚扣在你的手上，真的吗？刚好看到甜不辣。是浩哥。浩哥对不对？好，你没错，你是营养师吗？没有，我是教练，叫什么教练？健身教练，健身教练，体能教练。刚刚看到我们出场哦，每个都秀得很精彩哦。对，你是没有主题曲吗？没有。哎，大饼 Hank 来请 music。今天是熟女日了吗？那是冬至。今天是猛男日。今天是猛男日。对，猛男有观众。猛男日，女生观众好像也蛮合理。对啊。因为你们站起来会把镜头挡到。对啊。你们不要挡到镜头的原则之下是可以。但一个挡镜头，镜头会骂嘛。那有红包这个行为是 OK 的。这个可不可以晚一点再用？没有，这个有点物化，对对，你可以带出场，但是不要在这边。没有拍的时候，尖叫尖叫就好。好，下面一位要来了。OK， 下面一位。谢神嘛，下下心嘛，表演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下面一组，下面一组，我们清场一下好不好？把椅子带回去哈。这些女生难怪今天上通告都很早就来了，哎，大家都很期待，看到通告很期待的。难怪我进那个休息时场就是非常欢悦的，喜悦的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啊，谢谢你们了。对，是。怎么谢谢你们要比赛了？两组。来，夏至猛男日，加油！好，下水去。这么壮的还这么灵活，真的哎！哎呀，但是三组速度啊，都差了一点点，都很接近啊，都很精彩，实力相当，完全符合我们的期待啊！对啊，虽败犹荣，你也很精彩啊，差一点点，很精彩，没想到他这么反应那么好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来再次告诉大家，您的大名是黄薇姐，黄薇姐。
谢谢这一组，好，请休息。你现在入围了，有三位已经产生了，现在最后一组到底是谁呢？好，欢迎最后一组，来看一下。大名是健身工厂的 Ked， 你也是健身工厂的，对 ，Ked Ked TED 对，我叫 Rico 健身工厂，不是健身工厂，你是自由教练，自由教练，好，自由教练是有人请就去教，就对，对，没错，为什么不想待在那个健身工厂？因为赚比较多，是啊，自由的私人啊，因为我自己烧钱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做？我比较菜，不是啊，我本身有的也要有人脉啊。如果你自己万一接不到一个客户，一定是在健身工坊待很久，人脉多了，才会集结自己的学生想要跟他去。是，我比较聪明，对，你了解吗？所以你现在都是朝着梦想在前进。对，那你们公司知道你有这种行为吗？不是，这真的没有，没有，他是有这个想法，想法是不是还没有做？这不是一种，这个都是生态。对，你想哦，很多医生待在你的诊所。大医院也好，等到他技术好了，他怎么不想飞走？他自己出来。大厨也这样啊。哦，厨一直被抽嘛。除非啊，对啊，他不可能。除非你是这个公司的股东。啊，对，他说啊，那你们都是我的股东好了，大家都不离开嘛。对。其实很多大公司这个概念。了解，所以没关系。这样合理。要留得住人，就是要撒大笔的大笔钞票。也是，留下优秀的人才。对。但是这次最后一组，看谁会晋级哦。好。但你已经看到了，来秀一下。绿姐。好。你起码先吃喷水了吧？喷水给他，给爸爸，弄得他喷水给爸爸，怎么会反喷过来了呢？对，好，好，爽吗？爽，开心，凉快了。接下来下面一位，绿姐。是啊，过年也是快乐嘛，大家快乐最重要。你们快乐吗？没有，我很快乐。刚刚有一柱直接喷射的眼睛，对呀，是蛮开心的。OK， 回来了，可以够了，秀完了，上班了，小姐们，爽也爽完了，接下来比赛了。好，加油！最后一张门票，来请就位。好，今天最后一组了，加油！我们音乐一放，大家都动起来了。好，你看那个小金锣丁管的，啊，妹妹也在跳。音乐放，蜜雪。晋级四位，下至八强赛，奔跑吧下水郡。蛙鞋开始掉了，也慢了，掉就掉，你一次不好跑啊。对呀，跳太早掉了，那惨了。好，果然是自由教练获胜。你为什么会出门鞋子就掉了？太滑了，太滑了，真的，这也是比赛的一种啦。对啊，他已经失误就失误了吧。大名再次，Rico， 没有错。Rico， 哎，这怎么叫舞蹈啊？恭喜有四强了，恭喜啊，瑞克晋级啊，请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四位选出来了。
室外晋级，接下来要挑他的女伙伴哦，女搭档、女伙伴，不一定挑我们艺人哦，后面女同学也可以吗？可以挑，也可以，看他自由选择。啊，看玩什么？看玩什么？接下来就负责两样的比赛啊，最后冠军女同学，女生也可以分钱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我们第一位，来，好。你们四位恭喜，已经淘汰一半八强了嘛？对对对对对，四强要产生两强，在这之前呢，要找一个搭档，所以你要选谁？我要选嘉伟。被选到。为什么选嘉伟？喜欢。因为对，然后大概就是我阿嬷很喜欢他。哦，你自己喜不喜欢呢？我很喜欢啊，每个人都是，每个人跟我拍照都是为阿嬷拍的，不能说我阿嬷喜欢你。对啊，阿嬷来的时候，我孙子喜欢你，不讲自己的。我也很常这样。因为他很喜欢你，对对对，我跟我妈是一起看，他一直有点喜欢，就不敢正眼看你了。你跳到应该开心啊，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尴尬啊？不想拿奖金，有点受宠若惊，突然间，对，那就合作喽，好，好不好？先选人，我再讲第二个项目是什么。好，你要选谁？因为其实我们营养师的教育啊，老师就一直告诉我们，就是不要挑食。你这样下面被你选到不是很倒霉吗？没有，就是真的很难选。没有，你要选到你自己喜欢的。他说我不要挑食，他这样选到的不是很惨吗？那就可不可以都要这样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只挑一个合作的。挑一个，因为他就是你的伙伴，要进行两项游戏了。艺人也可以哦。那谁？我们艺人也可以哦。哎，同学跟艺人都行。你先等一下，这么难挑。你旁边想一下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对，不朝三暮四就知道他的个性。对呀。选女朋友这么难选吗？天秤座呀。对呀。是天秤座。没有，不是天秤座。金牛。金啊，金牛固执啊。你固执什么？这个现在固执什么？来，你挑。那我扮选跳跃。我挑丹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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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会。丹丹。还有会选会选会选。为什么选丹丹？流量密码。哦。流量密码，收视率。他没来之前，你认识他吗？网络上也没有看过，有看过。知道他是职棒啦啦队吗？对对对，在看球。是，要不要跳一首舞给你看吗？可以吗？大家想看吗？就选他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先组了。好 ，OK。你还没跳好，对不对？他还在看。艺人也可以，同学也可以。谁？苏子成。苏子成。哦。选苏子成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蛮高的。啊，然后呢？因为我也蛮高的。你在挑女伴？哇，你高。有张雪，有张雪。就是画面会比较和谐。你要选是不是？他拿出来是女的。对，思考了一阵子。你刚刚你们没有一个第一个选我，全部都是想很久才选。他现在刚刚要选就不要赶走，因为他在耽误我们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啊，那怎么办？你要选苏子成？不行，他刚刚不选不行，机会选走了，你就是苏子成了。你来，你重新选。那什么？又不知道选又来了，这位同学好。同学。接下来这个单元啊，不是相亲单元，是一男一女要进行游戏。对啊，你们挑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游戏要进行什么，因为不知道啊。对，接下来跟水有关系啊，遇水则发。好，遇水则发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男生猜拳，但是输的那一方，女生要站上去被泼凉水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有蛋输。因为一般泼水如果泼不好，有三分之二在外面的时候，他虽然是赢的，但是这捧要补过去还他。哦，要还男生吧？要还女生。还女生啊？对。所以你不要害到自己的女伴。对。所以你赢了泼水，如果面积没泼好，这两桶是泼不好，两桶就要罚你自己的女伴。好。大家泼好哦。自己的泼好，要自己守护。赢了要泼好。没有三战两胜，一拳决定胜负。真的。他一次泼几桶？两桶，我两桶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
水很重要，因为它面积小，你如果没有泼好，嘉伟要被泼。曾经你是赢的，但是处罚还是要处罚，因为第一个好不好？不能打，因为它面积小，它不好泼。很厉害，很会泼。你就可以泼张嘉伟了，来一个。教练会泼。你们一定会淋湿了，后面小心哦。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等等，礼貌，这是礼貌，没有他没有做错。那淘汰了嘞，你们晋级了。哇！不是我说，这个女人命有多硬啊？哎，猜冰也都猜对，他运很好，他每次过关斩将，对，他就莫名其妙分了这一组，他都就是留到最后的，他也不用被喷，不行。你要相信自己的运气啊！好 ，OK， 来，直觉，已经过关了，过关了。下面一组，来，两位，要取另外一强，你们加油！剪刀石头布。就要破数十层哦！来，一位同学摆不出来了，第一头，第一头，难产，差一点歪掉哦！你要这样。我只是教同学，因为他这样不好播，他这样好播嘛？因为，哎呦，第二头。不错，好，晋级了。两位男同学对都晋级了，没错，进行一对一最后的决赛，获胜6000，输了3000，不是这个游戏。啊，又换一个，晋级是拧毛巾比赛。十，好，来，两位来，这边，往这边，7，啊，外面吗？6，5，4，3。请开始倒数，计时开始。10秒过后，你看0.01嘛，好，现在没有对不对？0.28，好，好。这个弄到水。来，左右，来，0.03。
所以他不会赢的，胜过双子。所以恭喜哦！请到前面，请到前面。那我们特别请到我们桃园大庙景福宫的主委简真谭，欢迎主委。跟我们讲几句话来。好，瓜哥，你好，正在综艺大集合，就是帅哥美女们，我的好朋友兰兰，你好，非常欢迎大家来莅临哦，我们桃园大庙景福宫，我们桃园大庙景福宫历史非常的悠久，它是在清朝的时候，乾隆十年，也就是西元1745年，就在这边桃园的话就已经成立了，它是一座，历史有接近300年的珍贵古迹。啊，早期的话，先民的话来桃园的时候哈，当时的话，因为那个瘟疫的问题啊，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新冠肺炎 COVID-19 一样。啊，所以说哈，这个这些地方的士绅哈，他才这个创一个庙，好啊，让人家哈来这边参拜，啊，祈求保佑这个身体健康。对对对，啊，祈求就一个宗教一个信仰。卖酒瘟疫啊，咱大庙哈。是咱主神是开漳圣王，啊，开漳圣王的信仰就是咱这里的福建漳州，还有台湾最早期比较盛行的一个开漳圣王庙，是一个爱民如子一个将军是是是，他对地方的话付出是非常的多，所以说这个开漳圣王就是有我们一个桃园的一个大家长一样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说你奶奶家拜拜吼。啊，祈求的话，他都会保佑大家。是是。啊，你怎样开张就往归回啊嘛？对啊，已经是400岁了，不是1366岁了，1000多。哎，可是庙是300年嘛，他唐朝的将军。对，他唐朝的将军。哎，已经满岁了，1366。哦。哎，阿文大庙是279年。对。哎，因为是1745年嘛。哎，啊，其实咱通大庙哦。因为咱较早时阵啊，通大庙就是咱这个市中心嘛，对。啊，你讲诶市中心吼，啊前面吼中迄个中正路、中山路交叉口，四面环路，啊面对的火车站，这种公庙的话是非常少的。上老的啦，你讲通大庙在哪家嘛？对啦对啦，这附近或者做行李看嘛，这。啊，咱通诶发展嘛是因为。以家为中心点，啊，向外在发展，像辐射这样散开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谢谢开漳圣王的景福宫嘛哈。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注意了，我们就颁奖哈。颁奖来，我们的第一名在这里。红包的话特地出力姐，我因为细项你可。你开漳圣王啊，一定要老的，但是未发现他坐，我一个一个来。头一个呢是咱的亚军。哦，亚军哦，啊，亚军，亚军，亚军。哎，先颁奖给2000给男生好，好，来，谢谢。你有3000啊，那1000要颁给副手啊。来，苏子成，送给，送给。谢谢开漳圣王哈，这是亚军，谢谢两位。好，来两位这边，谢谢颁奖给冠军，冠军的男生是4000。位置站不好扣1000。4000，怎么好多好的？来来来，请颁奖。恭喜恭喜，来恭喜。接下来颁发另外一个搭档，他是冠军6000嘛，2000块。哇，张嘉伟。谢谢谢谢，那个女同学在不在？女同学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全了同学，她莫名其妙被泼湿了。哦，我们安慰奖金，谢谢。谢谢同学的配合，谢谢注意，加急请休息。好，下个阶段再来，好不好？麻烦你啊，咱慢慢的来施施福哈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帮你开。慢慢来，多施啊。是是，现在有300多年桃园大庙景福宫的主委简真谭，谢谢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OK。好，继续送幸福。桃园大庙景福宫是桃园市区知名的信仰中心，民众都习惯称为大庙。接着下来有一群意外嘉宾要来给瓜哥惊喜哦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会知道瓜哥生日啊？这是十方啊！啊啊，
谢谢，这是始方啊启智中心，这是瓜哥啊一直长期以来在支持的一个35年的，你们游戏我要看到你的节目，哇，带你入道，我要看到你节目，我想看游戏，从小时候变入道了，哎呀，都长大了，对，你好，我你开演戏，哎，谢谢，这个已经我在那边当荣誉校长也几十年了，服务的快40年了吧，小朋友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谢，对，送给，啊，谢谢。挂奏哎，挂奏，生日快乐！啊，有听到有听到，你自己做的唱片呢，你看到吗？对呀，蛋糕来了，蛋糕来了！哇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啊，谢谢所有同学，因为3年都没募款了，所以希望这一次募款能成功。希望大家有爱心人士啊，踊跃来哈帮我们认作一下。还有现场义卖嘛哈？有，现场有义卖。祝我们晚会成功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快乐！谢谢。其实我爸爸真的是卡片，他们自己做的卡片，自己做的。同学们自己画的，很开心。你看，同学有的我们当初在服务的都那么小，现在都长那么大了，有的已经在社会服务了吧？对，哇，好棒！十方存在的意义就是减少家庭的负担，是家里有这么小朋友，送在那边好好训练，但是父母亲还是要陪他。要。那老师很辛苦啊，嗯，每天要教他们刷牙、洗脸、记忆训练、做面包、学才艺，嗯，他们你会做什么？做。面包、饼干，那不过做饼干做还面包而已。面包现在有在外面做了吗？没有，在教室做。叫教室做。7月29号，拜托大家了。好，我们地点是在那个维格嘛。维格，台中维格。谢谢同学，谢谢。唱歌。游戏十方智能中心的孩子多年来都在瓜哥爱护下快乐成长，感谢瓜哥带领艺能界的朋友为这群孩子的未来努力着，也欢迎大家都来共襄盛举哦。险度额哇，这好玩的，也是团队赛的这样，是吗？我们今天参赛的女生哪为主？来欢迎第一组，哎呦，你好，大名是？好，我们是来自桃园八德的 Cadence 舞蹈教室，我是 Kelly， 老师嘛是吧？对，这是学生，我是 Abby， 你是老师 ，Abby， 对，你是老师，对。哇，这个热舞社，你们这个热舞教室多久了？我们这热舞教室两年。两年哦。对。那你们教的都是成人还是小朋友？都有。都有。哎，那你们是跳什么舞风的？我们有热舞，然后也有韩舞，对，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K-pop 都有，对，都有。以前的学生只能学跆拳道、空手道嘛。现在有热舞可以学，所以学些钢琴啊，对，街舞。对，也幸福啊，多元化非常好。对，这个也需要跳舞啊，哈。要跳一下，就两个上去之后呢，就用舞姿，一个音乐完了之后，大概是30秒的，30秒，尽快把水把它摇出来。哎，就是水量最少的那一组呢，就是4000块。好，但不可以去碰，手不可以去碰哦，水桶的边缘都对，不能用手，但身体可以，可以在上面摇，不能去，不能去扶那个桶子啊。好，来请就位，好，来哦，第一组我们舞蹈老师 Abby 跟 Abby， 我们 Abby 哈，好，加油哦，两位老师。冒险渡河30秒。看得到很努力摇啊，很努力在晃，因为在这边，他的招牌在这边啊，万一摇不好。对。而且刚 Kelly 老师一开始 ，Kelly 老师刚刚一开始跳出去还想要跳舞，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们来称一下，三
3.44，还是蛮多。3.44，最低的就是4000块了。好，恭喜第一组。第二组，请休息一下。这个刚刚被泼水，出门又摔一跤。来，大名是黄品怡。黄品言。怡。黄品怡。哎，刚刚有衣服换了。没有。没有，你现在是。对。他迟早会联系啊。联系。想多多吃了，不然我也来跳跳舞。对。下次嘛，今天很热啊。对。来，大名是林君伟。林君伟。伟。几年级？高三。高三，你同学吗？我高一。啊，学妹，你们怎么会有舞蹈社的吗？我没有，我们是啦啦队。啦啦队？什么啦啦队？啦啦队？啊，竞技啦啦队，抛的啦。高中的。是吗？高中的。什么学校？星星高中。星星高中。星星。不是啦。星星。啊，星星高中。现在在桃园这边。对。坐嘛。好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啦啦队同学。好，尽量摇哈。哎，不要怕摔，不要手不要扶哦，预备。水量泼的出来越多。对啊，你那个洗衣机的那个离心力啊，如果正确的话，那蛮厉害的。泼水，来称一下，称一下，看一下。刚刚是零3.44，看点。我们看看这组有没有超越。来看看晶晶的拉队，哦，有。2.89，3.44的2.89。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的是我们艺人组了。哇，今天的。啊，对，他是还没表现嘛？对，还没玩到。你刚刚有玩到的？我刚刚玩到。真的吗？但我还没有被泼。因为听说他最厉害。啊，你们两个是啊？哦，来来，往前。冠军相哦。子辰不用一直举着。子辰玩什么游戏都很认真。对。第一名有4000块，他马上报名。拼了，要拼了。对对。他看起来很可怕。而且这是他的强项哎。强项强项。这组是女生呢，我们先上阵了啊。好。来，请。好。加油。苏子辰准备了。罗拉这样穿对不对？没错。OK 吗？OK, okay 好，来一位，大家注意看，苏子辰会很疯狂啊哈，一位冒险度。疯狂，不然他根本不疯狂。苏子辰太精彩了，潇洒过哎，一个人运球运球，难怪整场都是你焦点了，其他真的为什么拉西哥不太像？最近很常看到他的影片，都是这一段，哎，很棒啊，哎，还投篮。那你在那边干扰这样的时候，有没有干扰成功？哎，他没投进，真的吗？哇，每一次吗？哎，没有每一次，但是应该有40%。我的干扰率应该要被那个球团列入统计，因为干扰成功率蛮高的。对，其实你外面方可以啊。这是主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教练说下一季我要登陆先发。就功能就是干扰。先发干扰的，先发干扰。哎，罗亮也很努力啊。不是干扰洗衣机是不是？有有有，多长时间？对，刚刚那样摇真的是哇。好疯哦，刚刚好疯。我前面有跳下舞哦，才有啦有啦，水有啦，都弄出来很多了。来来，我弄出很多吗？弄出来，弄出来。小心。来看一下。来哦，请看。哦，一。那我们还有吗？艺人女生，哦，刚刚有啦啦队，我们有啦啦队，啦啦队，啦啦队，刚篮球赛棒，跳不过人家吧？可以，怎么可能不行？丹丹要疯狂一点，丹丹可以，丹丹有带领他。你们敢压最后一组，一定是相当不要脸的。是这样的，配合来了，有有。
有，我们刚刚你不能输输过那一组啊，绝对不会。要压怎么？人家刚刚有篮球，那一组不好压哦。我们有丹丹啊，流量密码，他的篮球在身上，对，流量密码，因为球。好，那两个请就位。哎，两位，这个我都不懂，那这两个为什么敢压走？对啊，压力好大，不太敢，压力很大。然后看一看大家笑一笑就好了，因为棒球队的啦啦队来了，冒险渡河。现在上面有跳，他趴着跳等你哦。有在跳，有在跳。好，屁股走向屁股。筋都软了，那要接下来不？哎，他，我觉得他之前会来不及，后面几个舞步那水炫出来了，有在炫，有在炫哦，所以可以看出用什么舞步水会炫得多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最后一趴为什么要把你的把队友推下去？你想要流量要让他下去啊？啊，就剩他了。不是流量要留着，你应该下去啊。哎，这组不会输前面那组哎，是吗？因为他最后用跳的时候，那水是炫出来的。哎，好像，好像还比较重一点点哎，好像比较重哦，感觉比较重一点，比较多一点点。哎，这蛮多水的，这应该有两三公斤。哇，这蛮多的。哎呦，2.10，也就是你。输死一点多嘛？对，一点多他们获胜。对，好，我们接下来请同学先不要离开哦。我们请到我们执行长李诗明。嗨，执行长你好。执行长好。谢谢。啊，朱毅，对哈。哎，朱毅，冰雨薇，我冰雨薇。今天好难，那个执行长来恭维好了。来，请。大家好，嗨，你好。来，因为中医大结合大家，非常感谢。啊，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哈，我们大庙景福宫啊，这个每年的这个传统文化，就是庆赞中原，因为我们现在积极在办理筹备这工作，庆赞中原，现在第二年七月，就是咱农历七月，啊，我是这里拢请这个真高级的道长，来超度来给这孤魂了解过哈，啊，甲这个做剖析的工作，啊，我上要紧的是讲，我这个庙传统是一个才。十二彩哎，彩灯糕，灯糕了对啦，迄是要招请什么呢？招请路上的好兄弟，来我们庙里来这个共度节日哈，还有放水灯，或者是招请那个水上的孤魂的好兄弟，我们每年的15号就叫找个就是办一个迄个托戏，对，啊里面邀请一些好兄弟来参与哈，哎呀，当然来祈求咱的。这些咱的平安顺事，对。啊，我记得我另外较特殊的是讲，有办一个哈，三个这个啊，这个工作的或者法会，第一个是英灵超度，啊，过来是祭拜祖先，啊，过一个是这个完成祭祖，因为这些作者咱现在基本上年轻人哈，在这个节日里面呢，他找不到什么地方，但是我们代办这个工作，所以要在我们线上的那个报名，或者到我们现场的报名，我们那天我们是农历的7月11、12号，我们两日哈就也是办这个，等于说能够办就掉了，能够办后哈，基本上上线上报名嘛，对吧？哎，基本上可以在报名哈，所以我就尽量去做这个工作之后，啊，希望大家哈来我们庙共享盛举哈，啊来参观这个咱这跑道这。可以看过来，是，感谢，然后给点点那种眼睛这一注了，啊，辛苦呢是创我辛苦，对，辛苦就多了，对，要干，傻了，这就是代志啊，对，要做线的，好，底下班嘛哈，另外有班，就在景福宫，好，谢谢我们执行长李诗明，谢谢，大家可以线上报名啊，是农历的7月11、12了，哎，我们就那两日举办，对，好，农历本身7月15呢，所以我们就普渡啊，对，会要提备来，所以11、12。13、14就是法会，14哎，14棒追丁啊，这么连一连串的活动，五天，我基本猛你都不碰，对不对？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我刚了，对，谢谢，那我们现在颁奖了哈，好来，KTV 朱丽姐。
第一名哦，，来来来来，啊，冷清哥，啊，使劲打，干嘛玩的？好，这个给同学送一下。谢谢，请后退的，谢谢，参加奖，我觉得是人人有奖了哈。来，我们行了，行了，啊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得奖的艺人嘛？啊，是第一名哦，第一名，超强，超强。啊，跳得很快乐啊，跳得很快乐。不是老师，你看得很快乐啦。来，请执行长颁奖。恭喜，谢谢，恭喜。刚刚的女艺人呐，啊，也跳得很认真，怡芳啊，哦，怡芳啊，对对对，很，来，请颁奖，司仪，谢谢，这样子，接到，谢谢，准备好礼，好大气，好大气，啊，等谢谢，是，别忘了农历七月，也注意啊，农历的7月11、12、13、14、15都有活动了，大家呢，哎呀，这个酒伴来加场面，谢谢，我们继续送幸福啊。谢谢。哎，人呢都是逐水草而居住的，所以不能没有水。嗯，你看今天介绍这个古井，1923，民国12年，现在是112年，整整100年整了。哇，百年的。对，高醉，很神奇。这附近的人哦，他们都喝这个井水，仰赖这个井水，所以这个庙里面出得好了嘛。这个这两对高，拆起来，拆起来。叫那个一个软桶哦，最出名的骨科医师，没事也是厝下环境较无好，啊，常腰不倒啊，腰不倒变安怎？来咧就放这就是腰巴叉，哎，一路白腰，嘿，了时阵呐，下要读书时阵哦，要考试，伊吼拢来遮读书，拢没有来遮读书，啊，所以讲伊顺利吼，考掉这台大医学院，哎呦。所以讲，伊即摆足敢问这个王公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伊感觉有这个成就，拢是王公个跳手。是是。所以讲，咱阮大庙啦，吼，什么大西洋代志啦，伊拢安尼吼做一个义工，吼啊出力出力，吼啊做咱王公个永远。卖去讲嘛，拆起拆起。伊公安呢吼，拢做成就，我甲封掉。这是可能看，咱看有定掉嘞，定掉嘞。这个不是竹尾乱讲了，这个是事实的事。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那拿吸管，拿吸管。我明年要考，明年要考大学，考什么？考到台大你考肉吧，你是要台大学吧？你这个考到的他奶奶，你跟我问讲你几岁？我讲我48啊，48年制。他明年就可以坐火车半价了。好，哎呀，他跟我讲是同年制的。同年制是啊，他成就差那么多，人家多好。你比较有成就，我哪有什么成就？你做义工的。你们两个要做客气吗？是。我们分享给大家。我跟你讲，还有一样是祈福仪式，这里观众一定要看。我们去祈福仪式 ，OK， 祈福一下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撞钟是祈福嘛，有时候这个我们法鼓山或哪个山，那个正言法师，日本的那个庙都会有神社，那个神社上面都有撞钟的，都会撞很嘣。到那个，你看人家多死劲，特别早出来的，对他们也是有撞钟的仪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撞一下。好好，瓜哥来帮大家祈福一下哈。这绳子不够长。哎呀，国泰民安的风调雨顺，大家身体健康。谢谢谢谢。好久哦。接下来对，要停下来，不能连续撞，不然会耳鸣啊。是不是啊？那声音好洪亮哦。对啊。这特制的吧哈？你看，写该当之王，前台元帅。哦。景物昌为心大，抵人心存道德啊。哦。来来，预备。第二响，第二响。这声音慢慢没有。第二声呢？大家要来。啊，为大家节目的，为节目的。这比第一声大，这个比还要比较久哦。哎，啊，外修出来呗。哎，我把这给你搞。请说，请按习公务轻轻敲一下即可。因为他重了没？我刚才讲过了，因为他责任重大，他起舞的比较大，但是很壮观啊，猛的。哇，这样大家不是心情比较稳定吗？对不对？是，大家都停下来，大家财源广进。好，我们父母祖先都平安。好，来，终于到起了，敲响金钟，敲响，哎呦。对，敲响金钟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。
补一下，太用力有撞到。还要补一下，这一下，不是，这一下要给我剪掉。人家八哥要去那店里面跪着拜一下，因为啊，因为用力歪掉了，太用力，一听到金钟马了。对对对，冷静一点，敲响，敲大家这个，注意大家敲响金钟。节目单元来进行一个撞钟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进行全民祈福钟来，哎，把撞钟祈福之后，我们也突发奇想，来个全民祈福撞钟，哎，真的有撞钟哎，不是开玩笑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女生来参赛，好哎，女生可能要靠自己力量走过去，然后用摇摆力量，只要听到声音，咚，哦，只要有听到就结束了，撞一声，来欢迎参赛者，来，你好。哦，两位，你大名是邱志轩。邱志轩，国二是吧？高三。哎呀，永远看起来那么年轻了。啊，这个有挑过了，因为晋级啦啦队嘛。啦啦队对。那一定很有优势，因为可以抛非常高。而且最大优势他不用当兵啊。不用当兵。你做什么工作我比较适合你？不知道哎。比如钻地洞啊。有没有想到做什么事？还没有，还没有想，没还没有想法哦。那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？就是练啦啦队。练啦啦队，因为一定很有成就感，他都飞最高。现在的想法都在啦啦队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哦，想交男朋友？没有。啊，这个人特别喜欢高个子，是吗？如果让你选择的话，你会喜欢高个的还是壮的？还是你有没有想，有没有设定过？没有想过。啊，你都没有想过吗？没有。你几岁了？十八了呢。高三了。高三十八了。对啊。啊，你跟那男生队员在底层不会就是抛着抛着就抛出感情？不会不会不会哦，那你心里太冷静了哈。哎，大名是？我叫简俊儒，可以叫我郡主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启禀郡主啊，健身工厂郡主就对了。然后负责是舞蹈，我是在健身工厂里面教正法。哦，你会示范一下吗？正法也是有氧嘛，大概是讲。假设我们今天都来上课，你要怎么教我？有潇洒的音乐吗？来，音乐响来。酒吧里这个音乐是很轻松的，对呀，好玩哦，很有意思。哎呀，你会不会想要改跳这种啊？在干嘛？男的，男的。哎呀，我的女舞伴怎么突然回家去了？我还在。好，两位参赛者，两位参赛，我们女生也要。我们女艺人呐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新同学。乙方来推那个，推那个。这位美丽的姚幼玲啊，她是一个高尔夫的教练。是吗？对，现在打高尔夫的非常多，一方我是啦啦队员，我知道，看筋骨很软哦。对啊，这个有优势哦。对，要祈求一下。是是。跟他们比赛，我们觉得不公平。不会啊，这个可能要比较好啊，你抓不到吧？抓到，可以吧？可以啦。那我不要把你排第一棒啊。好，我们第一棒乙方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棒。好。第三棒。好。第四吧，好，比速度的哦，秒数最短的呢，就是3000块奖金。好的，女生3000块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加油，来，准备好。第一棒，乙方。给鬼给拐，不要摔跤了哈，尽量欺负他们啊。欺负他们，来，全民祈福中，全民欺负中啊，对，全民祈福中，祈福中嘛，就尽量欺负他们。哎，欺负，开始了，乙方上来了。撞到你，这还蛮不合理的，这还蛮不合理的，这么不小心，下来，不小心就打到了。你看，这个傻妹就有傻福啊，对啊，傻人你想傻里傻气的，咣咚，我也吓到了，你也吓到了。你说是谁在敲钟的？就你敲的，哈，几秒？16秒4。
不要有压力，好不好？第二段，对，来，全民祈福中第二位，预备。来看看这位老师，郡主。准备跳潇洒，潇洒来了，潇洒来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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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点，然后他的好上面，这个杆子上面才能够抓到很厉害。加油加油！抓到抓到！可以可以可以！站过去帮我敲到，要站过去啊！站过去才有哦！加油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冲了！完了！刚刚有消到了，时间也比一般还要久。来了，为什么第一次他听到钟声不算呢？因为你没有两脚跨到那个皇冠，几秒？42秒12。是，42秒12。好，来，接下来，小不点加油，小不点加油。等一下，你绰号是什么？小不点。真的叫小不点，真的。我说你绰号是不是小不点？他说是。这么刚好，小不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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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哥报告，他已经18岁了，不是6岁小孩子，不是国小6年级哦，成年了。预备，脚先放上去，我先让你挂。穿上来，预备。好，开始。因为他们最大缺点就是东西回丢嘛，对了，回丢，回丢都不算哦。你看你这个棍子从旁边插过去，嘣，这样不算。嗯，像这个是最震动的，咣，真的有撞到声音。刚刚以后也是这样撞吗？对，有的有声音的，不小心撞到。啊，对对对，但是也是正中心，对，蛮大声的，蛮。但是他比你快，我觉得。声音很扎实，对，它多，中间没有脱。你声音的洪亮度100%了，嗯，来撞的时间，速度，15秒88。小不点已经冠军了，恭喜你！他在下面，要抱一抱。这就叫镂空哎，镂空镂空。哎呦，有你看，有拿3000块奖金。有机会哦，有机会。幼林，来看我们第四棒啊！幼林好优雅。教练，你加油！怎么那么优雅？那真因为打高尔夫优雅。真优雅。但是喝完酒应该是不会优雅。预备。正中代表幼林，很快，这个台杠很大，但是我脚这个肚子不太热吗？毛线吗？现在已经准备来到皇冠了，但没撞到，加一个，对对对，加油，没有。小心好，但是也蛮快的。但这个难就是因为左右很难。对啦对啦，不对，这所以你跨脚的话很容易，嗯，必须两脚踩上去。是，哇，你为什么帽子会戴那么高啊？头发拿回来。好，几秒？17秒81，差一点。结果你是冠军哎，哇，我说我们预言没错吧？表现不错，谢谢。一起颁奖，等下跟男生一起颁奖。我们现在像有男生的，哦，男生不一样吗？我们进行男生的全民祈福。好，各位看到男生的全民祈福中，这个是绝对没法站上去，不能踩了，靠手臂啊，好难哦。最后也是撞钟，理论也是用手这样嘛。对，但是是在腾空了，空中。但是我们严格规定不能插板，比如说这样，当对啊，擦边球不算，一定要正中，当敲响。对，你们靠擦边球那不行。来来来，参赛者，哇，算算，大明，徐世腾，徐世腾现在是国高三，高二，高二有参加什么队？篮球队，篮球队，嗯，够高啊。大名是陈富庆，陈富庆现在在健身，一样当自由教练，自由教练是。哎，大头，早上那个冠军，还拿不够是不是？没办法，舍我其谁。哎，这么嚣张，没有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三个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一人参赛，一人，吴洋跟谁 ？Rock 来来这边，总共5位。哦，
五羊进场，五羊，好，我来。他虽然厉害，可是跟年轻人比，年轻人还是蛮厉害。对啊，加油了。好，可以。五哥的话，奖金呢？我觉得这个比较要到多少？五千。好。五位高手要来进行强强对决，在这个极限版的挑战中，谁能用最短秒数敲响七福钟呢？好，第一个是试腾呐，试腾，因为篮球队的同学这么远呢，第一个跳跃就很重要了，还要跳得到呢，摔下来赶快回来哦，因为超远，摔下来重跳哦，加油，好难，很难。那边圆形，椭圆形的，走了，哇，看好漂亮！不要放弃啊！糟糕了，身体没办法协调起来，往下也没有摆到，完全没摆到，协调不了。没有摆到的话，很难过到第三杆了，上下半身没有办法，已经把力都吃掉了，吃掉了，这下麻烦了。放不去来，气力放尽，还是你要回来抽来？可以的，加油！黄哥来帮忙了，黄哥来帮忙。这样子变得真的怪。我想帮他，结果他脚一直跳，没力了。哎，这个好累哦。他已经把力，他现在都紧的嘛，你看看。他一开始太急着要过了，就一直掉下来，耗掉太多。你待会请同学帮你按一按啊，不然你这个酸哦。你那个筋都爆掉了。对，没事了啊，是啊。好，他没有成绩啊，没有成功。我本来想让他过去的话，他不一定会输哎。对啊，他那个速度蛮快。好，谢谢。过关就有机会了。第二位。你好。第二位啊，舍我其谁？要拿奖金吗？那必须的，啊，必须的。你都看到这种情形还说必须的，那一定要，我真的从小看这个节目，真的啊，就是要讲这种话。请问你今年几岁啊？23了，是从小，因为我们22年了嘛，差不多了，20年，他一岁就看了，预备，全民祈福中。这个有能过得去吗？过不去啊，应该过不去。我们把他医生，来吧，医生，革命是谁？我们来吗？还要吗？你还有没有力量？没有力量。讲那么多，现在说不行。对不起，这个真不行。大头，面积大头。红马，这个真不行。他的力量都耗进去了，好累哦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没人会过，没人过得去，哎，这好难哦。对，所以我跟他说，鼓励第一个同学，只要撞到就会赢啊。对，基本上你撞第三个，中间就吃到了。真的，真的很难，没有，真的很难，真的难。Rock 看起来蛮。那这样没有，如果如果怎么样，五个都没过的话，那我们用猜拳了。猜拳，哎，那如果输的那个人又要泼他的女伴吗？没有，不用了。猜拳一定会有人过了哈，来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了，来 Rock，Rock，Rock，谢谢 Rock。大家不过，你过得更显你珍贵了。这个5000块我拿定了。啊，真的？小张，这是谁？这是必须的。当然话了哈。啊，你从小看我们节目吧？对，还要考虑啊。我今年32岁。哦，必须的。那就是10岁看的。差不多。那么加油，李威，全民祈福中。前面没人过，先做点效果。好，来喽！
最后一集是搏命啊！搏命啊！没有的话就没有了。跳下去，嗯，撞歪，所以空棒就没了嘞。但是它可以，我刚刚那个紫花粉涂太多了啊！因为第一波就是做效果吗？没有没有，紫花粉涂太多。你跟老师故意的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是设计好的。他第一次先抓到了那个黄色往前，回来之后他再上去，正好那个摆荡的幅度让他。意思说他早有预谋了。他是先浪费了前面两秒，后面赚了20秒。反正前面没人过，他能过就有机会。厉害厉害！法官的眼里认为他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不是临时起意的。对，这个可能判比较重一点了。他们可能误会我了。对啊，蛮有效果的。第一下，几秒，几秒。效果真的不是效果。2-1。其实不用看2-15了，你已经冠军了嘛。我们杨颖可能。不要了，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冠军，对，要加油了。补我啊！加油，必须的，必须要的，加油，必须的。李贝，全民祈福中。你刚刚一撞掉下来，好可爱，是不是？超可爱的。我跟老师是满动作的样子，又把刀乱掉啊。他很有策略。中间，呜，超好笑的。超好笑，你要掉下来，很像看卡通影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像那个汤姆猫，汤姆猫跌倒的样子。第五棒，第五棒，教练来，5000块，第二五要几秒？16秒。因为我知道一定比较快，但没有喊秒数，所以五羊16秒嘛，啊，赢过 Rock 了，22秒，预备，全民祈福中，好，我们这位自由。他不是抛弃式的撞，他整个人挂在上面。你现在觉得累哦？好酸哦，有点节奏有点凌乱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但是他还是撞正中央了，他不是像他们抛弃的嘛？有，前面两位都抛弃式的。几秒？20秒。哇，差一点点。20秒也蛮厉害的啦，已经乱成这样了。还有10秒，那很快。是是是。年纪这么大还可以再来一次，蛮厉害的。你根本没体力了。郭宗佑啊？哦，撞一下，撞一下，16秒01啊。今天没有妈妈手了哎，忘记带护具来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行，这个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因为武阳现在16秒嘛，你要跟他同等成绩，我就给你3000啊。哦，加油！哦，怎么样？16秒，可以试试看嘛。上去就上去，还试什么？你还要像我们把它剪掉？不可能啊！你怎么摔，我们怎么播？摔怎么播？你意思是说，如果输了不要播，对不对？16秒以内哦，你先暖身一下好不好？我先请人颁奖，你先暖身一下。来，我们先颁奖，许崇成道长，许崇成啊，道长好，道长好，298同弟你好，啊，你好，298你同弟啊，同弟啊，3排9班呢，他是我陆战队的训练中心的同弟啊，同弟吗？298弟子，哎呦。海军陆战队，一日陆战队，终身陆战队，海军陆战队，波武波兰波斯啊，哦，这个是陆战队的，对对对对对，陆战队，是，我们可以松手了，这个，对啊，你看，付诸一丢了，下面显光伟是道长，啊，道长来共勉，道长共勉，就是趁啊综艺大帝和啊胡瓜天王这个节目，跟大家介绍桃园景福宫。啊，大庙景福宫，啊，平常啊，常态性的每天早上8点到11点，都有在为各位信众做收金、祭解、古运，新车过火，
或有一些小事故的车辆来进车祈求平安，这是常态性的，是每天上午都有，每天上午都有啊。对对对，随时也可以请道长给他祈福啊。欢迎大家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刚刚前面有讲过七月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农历啦，农历那个也是道长在主持。这个我们一般从那个开庙传统都是用释教的礼仪来做，释教的就是不是我们道教的礼仪，那大同小异啊，是是为地方祈求平安，对对，消灾解厄，啊那个普渡，中原普渡，哎，好，谢谢道长，好，那我们来颁奖，刚刚的女生啊，女施主，小不点，小不点，祝各位颁奖，好来，我替你省力来颁，你来颁，给小不点，来恭喜小不点，小不点哪里人？你桃园人吗？新兴高中的，你最近住哪里？桃园。桃园的，在地的嘛哈。对。对。要来拜拜哦。恭喜你哦。谢谢你啊。心想事成。接下来颁发男生。好了，五羊。我来了。五羊哦。五羊是五千嘛？五千。哇哦。五羊的五千，谢谢。五羊好厉害。是。我们刚刚参赛，第二名，我们第二名。啊，对，两千块最后给你了啊，来，请颁给他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许崇成，我们的哦，道长，同梯的也是道长，还有我们的副主委，一短描写，陈正宗，陈正宗副主委，谢谢大庙景福宫，继续送幸福，什么事？不是，对，我来出力了哈，我来出力，你看看垮的快，不要就给了，因为挑战进来，大庙面前大家好好挑战，16秒啊，好，大家看嘛，我们电视可以看啊，对，停，他。到那边撞到就停，因为可以开了。加油，吴总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他已经啊，怎么讲？他这样已经浪费六秒了。我就说，对啊，不要那么复杂。你受伤吗？你到底什么策略跟我讲？方哥，他刚说前面那段可以先剪掉吧？没有，不是，现在这个奖金就变2500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就是跳一下，为什么嘴唇就发白了？没有，你有拉伤吗？没事。你要就编理由说今天落赛还是啊？对。啊，桂林哦，桂林哦，因为桂林说也剩2500了，因为全民祈福中。13秒，有接近，你在里面晃太久了，真的吗？对，差点过关，哎呀，啊，我真的已经按好了，按好了，来注意看哦，大家猜猜看会不会过关？应该很接近，你觉得会过关？我觉得蛮接近，几秒？嗯，也许14、15秒，是吗？14秒。14秒，你们都不觉得超过16秒吗？前面摔倒的还是16秒02，16秒02，14秒多了，1、2、3，多少？哇，多少啊？12，2×3，超快的，2×3，他没有浪费，12秒哎，超快的，他是有本事啊，还好扣500。哇，我们金价好厉害耶！2500块，3000哦，500，3000找500吗？啊，明天找都不行啊！休息室，我待会找。那待会休息室在这。先给2000就好，谢谢瓜哥。来了，哇，厉害，观众要厉害，这是我的啊，真的很厉害，谢谢瓜哥，去送进福。今天虽然是夏至，表示我们工作时数很长。我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啊。对呀，太阳也快下山了。我要照顾婆婆妈妈啊，就到现在还没玩到婆婆妈妈的游戏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玩婆婆妈妈的吗？天旋地转来破蛋。哦，太好了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挺立谁最灵活锦标赛啊。是吗？哎，今年哦，一样我们要前台走动，找出呢各地最。
最强的灵活度之王，每一次都选出一位冠军，然后在年终的时候来进行一个决赛。是是是，获胜的那个人就可以获得一年份的保健食品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谁是灵活度的冠军。没错，那今天的参赛者都可以获得这个还有 UC2 的保健食品，绝对可以让大家身体灵活度 up up。是，这个要谢谢婷婷大力支持啊！啊，感谢。是，今天也准备红包啦。有哦，所以我们要造福乡里啊。好，欢迎参赛者。拉错人，拉错人。啊，六六六啊！哇，你看这笑脸。我是景福宫志工队队长。队长啊，队长。大名叫陈庄妙龄。妙龄啊，啊，那就你灵记啊，啊，灵记啊。莫啦，妙妙姐就好了啦。姐有五十了吗？六十七，六十七，健康啊，有五十哇！这样还要来参加我们的灵活度考验？哎，六十七还可以灵活，那很厉害啊！会不会有点吃人够够？不会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。大名啊，邱精英，邱精英哦，精英哦，精英哎，精英中的精英啊，演技也有的，厉害啊！假扮演员，无还无肉做阿肉啊！啊，那这个游戏，这游戏您怎样来胜啊？被比赛之前哦，我先来问一下您的气势，看感觉安怎？好来啊，我今麦来问你哦，请问一下，谁最灵活？我最灵活。啊，你过来比赛吗？先我先过来咯。不能丢胸哎！好，上行来，看笑脸来。好，两个人白笑脸，白笑脸。阿林，阿林，你醒来了。队长，白笑脸。队长来了，队长加油了，来来来。所以你大家附近哦，啊，迄里头是你的，我你我贵东拢你的，我你种植的。不好意思，观众，我们在已经开始录影了，你在聊什么？你们懂不懂？我在把妹，没看到吗？很会嘞。辣妈出级，辣妈出级，你们出级呢？你们出级，你们出级，你们出级，出级的，出级，出级的，个秘密了，辣妈出级，这辣妈是产，辣妈出级，产雕啊你，产雕啊，我们今天休息用他出借的啊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，阿妈今天我出借钱，感谢感谢，我讲你了，无啦，贵档啦，好，来来来，我想跟你讲哦，安全地。爱坐六人，你唔能坐这边，坐这边吧，这边无人甲你保护。你爱坐这边。我知，坐这边叫帅哥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唔能，你唔能美国导航下个帅哥宾馆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预备。啊，准备啊，准备。哎，妈妈，我跟你画一个哈。挺立，谁最灵活？锦标赛，我最灵活。低头低头低，是，好低哦，好五，最后一圈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加油！那种那种那种，那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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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种那种那种，妈妈来了，全部，现在队长大家笑哈哈的，加油加油，几个月？26，第三秒，不够啦。精英姐，精英，李丽谁最灵活？锦标赛，投呀投，我最灵活。小弟来来，转转转转。根本没有人去撞气球，你等就好了，等球来撞啊！他整根就硬硬的在那边，因为球在转啊，我只能这样，因为我跳不够高啊。对对对，我跳不够高啊。对了对了，你扭胸，该你扭胸哈。安尼啦，你慢慢等就好啦。几秒？几秒？24。带你刚刚颁奖哦，您表演太好了。那个我们要颁奖之前要送人家小礼物啦。哦，来来来，小礼物送上来。来来，下面再见。哎，加厚
讲一下，讲一下。来来来，爱哭爱流啊！你看哦，阿翔，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你真好耍团哦！你看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真好耍团。我耍团哦。啊，大家都笑咩咩。哦，对对对。大家当作家己囡仔咁讲。哦，你实在是团团对。做好做好，感谢你啊！做男团是啊，那种哎，真感谢，万感谢。安尼哦，安尼哦，健身体健康好好嘅。啊！你感恩再感恩哦！你安那辛苦，我你大大好嘢，出好嘢。好哦！哇！喂，那你安那辛苦？我大大家拢叫我三千步。三千步。来，谢谢公公。啊，你要提钱哦，唔好啦。好啦。辣妹出钱，辣妹出钱。我提钱。哦。加钱，我讲要提钱诶，哈。有油卡。他不能加趁钱咧。啊，你好。但是你加有钱，比我多啲嘢，都唔太。根本没有花，不用花钱加。亲戚家哦。敬老卡啊，敬老卡，王婉容了，哎呦，婉容婉容了，婉容婉容，是我们的这个奶奶，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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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刚刚没准备谈什么啦？哎呦，啊，是啊，今天要送药。啊，我是过来送。你贵位啊？贵位啊？贵位。哎，这样子太危险了，不行啊，这个八十，改脱好，撞撞好了。不，姐啊，应该做，你留黑。他叫阿做，叫阿爸。啊，我在了，但是你要备份叫姐啊，你应该血压送正常嘛，哈。啊，你好了，三年多。三年。现在 SM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唔经生讲未完了，今年。啊，太难包了。我太难包。我在你出来。好了，今年今年给他提了提了。挂了挂了挂了。哎呀哎呀。来，我帮你提了。我帮你倒不出来。安尼哦。哎，等你一弄几句啊哈，好来预备。哎呦啊！你啊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你个弄啊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别弄喂！我跟你讲，你这直接弄啊，钱提提已经刷啊！哇！预备，好来，头三下嘞哈。三零九啊，三零九啊。一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是阿妈啦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我们要送礼物给他啦，我们要送什么礼物呢？来来来来，那我们可以提议哦，那我们既然要提升灵活度，就要补充还有 UC Two 的保健食品，都有选择有美国、日本的多国专利，也比较有保障。那我们一天一小定，好好保养三个月，练卡去看丢了。哦，谢谢啊，两位妈妈也有，也有也有，妈妈们好。对对对，做家事的行动要注意哦。是是，喜欢你们50岁以上的这些妈妈们要特别注意，骨骼的保养不是只有补钙哦，也要补充这个镁，嗯，哦，才可以维持肌肉的正常功能。而且呢，不是做皮肤哦，骨骼当中也有一些胶原蛋白，记得补充维生素 C 来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形成。啊，你都搞我这管啦，给你搞掉掉啦。赞哦！哎，听话哦，安尼就话两百回。哦，你爱食你200块60块，200块60块，祝你话200块60块。Happy birthday！ 来颁奖，来，请你祝大红啊2000块，谢谢。多多有奖，送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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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来了，我要提醒了我们所有的啊婆婆妈妈们要准备好，请你挺立，谁最灵活锦标赛要等你来挑战。谢谢谢谢，希望今天安排。
看节目大家都会喜欢，要上网，我们有礼物送给大家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密室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